一个中三辍学的应届文凭试考生，三年前开始半公读，在夜中学考获最佳五科27分。他劝勉考生不要轻言放弃，亦都不要被世俗成功的定义局限自己。文凭试已经放榜，但是廖同学仍然专心做数学延伸课程练习。原来学校没有教这科，但是他买练习自学，为入读大学做好准备。即是我考完，我不敢放松，就算考完我都会督促自己。他心仪职业治疗和护理学科，希望将来投身科研工作。今年25岁的他，中三的时候辍学，做过多份工，包括商转技师、派传单等等。工作辛苦兼且收入不稳定，令到他决心自我增值。他转职金融行业全职工作，夜晚收工之后去到港专夜中学翻学，翻屋企瞓5个钟头，再起身温书3至4个钟头，三年来日日如是。除了犧牲个人时间，长期不够瞓亦都令到他身体转差，试过整个月受到感冒和关节痛困扰，曾经萌生放弃的念头，最后靠意志和身边的人鼓励支撑下去。即是当你见到人家70几岁都坚持每日来上堂，或者你见到人家翻嗰啲護理一日開幾次刀啊，都肯堅持每日翻學。咁我見到佢哋咁樣，我更加冇理由放棄啦，係咪？佢亦都鼓勵今屆考生唔好輕言放棄。即係好多時候，你覺得生命嘅低谷咧，你過咗之後，你會發現好多你自己想象唔到嘅嘢。即係唔好俾社會世俗定義嘅成功啊局限咗你。即係因為我哋香港社會佢定義嘅成功其實好狹窄嘅啫，就係咩有錢啊、有樓啊、有車咁樣，或者專業人士啊、讀專科咁樣。我想成為一個真係有智慧嘅人。佢話保持心態好重要，每日都督促自己，唔好白費呢3年來嘅努力。無線電視記者蕭永賢報導。